情也无关，只有炮声四野回荡，只有火花带着飞扬。很暗了、啊，好啊，哎，有开始了吗？有啊，有了。我们现在要来夜袭长安歌唱班，然后夜色茫茫，星月无光，只有炮声四野回荡，只有火花带着飞扬。我们眼光思念，我们耳听八方，独身无息，无声无息，转向敌人的心脏，转向敌人的心脏，直到那信号一亮，直到那信号一响，亮闪，我们就展开闪电攻击，那一个轰轰烈烈的声张。你杀了耶！抽烟了，好，我扇子打，我扇子打，我没扇子，扇子打，扇子打。有没有吓到？哎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吓一跳？还有礼物，礼物啊，这么好，谢谢。啊，谢谢谢谢，老板谢谢。不要管了，先放。要感谢感谢吗？说到说一个心得，没有拍照是录影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对嘛，两个一起来。录影。他这个太惊讶了，谢谢谢谢，拍照一下，拍照一下。他这拍照从哪里？我先录一下。夜袭大家有好吃啊！嗨。所以你们刚才以为干嘛是吗？
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很谢谢这一次很不小心的让淑英当选了、啊，我不能这么说。是大家的支持了、啊、哈，啊，你的五好强呀，姐妹哈、啊，虽然不是我的票，可是他的有你们的加持哈、啊，所以淑英才顺利当选了、啊。但是我现在当选的时候呢，才觉得责任很大呢。如果现在回去我不选，呵呵，时间可以拉回去，绝对不选，太累了，真的太累了。啊，阿丽啊，当选了哈，有没感觉责任很重大，真的会有一种压力。哦，大家真的很希望说我把核心村带得更好，那可是福音的责任就很大，所以来挡一手，你看，最近好像有一点黑眼圈，好像也老了，很美哦。